台新金控赞助播出的《森林之王智慧好伙伴》会外赛，共有29组选手参赛，前三强将有机会演唱台新银行军歌，并担任代言人。但这一切都得要通过评审小雨老师的考验。啊，大家好，老师帮我们说一下这个“智慧好伙伴”这句话，大家印象其实非常深刻。对，所以要演唱这首歌其实不容易。是，老师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，怎么样唱出最有感情的吗？一种就是。智慧好伙伴，再来一种就是智慧好伙伴。哇，我们台新的代言人已经选出来了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直接就来欢迎第一位参赛者，叫做安董。智慧好伙伴，蛮好的，声音很有磁性。这个也分享之后，待会要一上来的你们，就是不要得失心太重，其实这就是一个缘分。哎呦，智慧好伙伴，其实也没有不好，只是就看到时候他们要不要用这样。因为描述可能不够啦。智慧好伙伴，我觉得它有点文青的味道哦，但它一开口又趣味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智慧好伙伴，哇，森林之王智慧好伙伴会外赛，谁能脱颖而出晋级下一回合呢？